接种疫苗了吗？接种了新冠疫苗，还会接种另一种。另一种？就是流感疫苗呀。两种疫苗同样重要，不能顾此失彼。同时患上流感和新冠肺炎，病情可能会更严重。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，缩短住院时间，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呀。一起防流感，年年要打针，请浏览 chp.gov.hk。